大家好，我哋系顺德联谊总会梁叫华小学嘅初级合唱团。初级合唱团系由超过60位一至三年班中意唱歌嘅同学组成。同学佢哋可以参加唔同类型嘅表演，例如圣诞联欢会、大型才艺表演、中演出，亦都会参加校外合唱比赛同埋商场汇演。今日我哋十分荣幸可以向大家演唱两首歌曲，第一首是由白瑞逸词的《快乐真快乐》，歌曲的气氛活泼，内容表达了唱歌能带给他人快乐的讯息。第二首是由德国作曲家卡尔内克作曲，由音乐教育乐行逸词的《库斯克游车》，轻快的旋律和多变的音乐元素令这首歌曲增添趣味。我们的指挥是郑志敏老师，伴奏是潘乐恩老师，事不宜迟，请大家细心欣赏。Good job, children. We could really see